妈，妈，你去哪儿啊？妈哪儿也不去。那咱回家。啊，让妈透透气儿。不行，妈，咱们回家吧，回家，妈，咱回家吧，妈，回家吧。还没睡呢，我睡不着。娜娜，你爸你妈怎么样啊？谁也不理谁。哎呀，没吵啊？真没吵？嗯。1.3，妈，乐勾，圈圈圈圈，快点快，我为什么要扣牌？走走走走走走，哟，这干嘛呀？这是？以后上班时间，谁在做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情，我就扣你们谁的工资。您倒发了谁的工资？反正闲着没事干，你让我干嘛呀？就是。谁说没事干呢？刚进了一批布料，赶快卸车去啊！哼，您说呀，我们把公安管理员的活都给干了，那他不就没活干了吗？你说他一闲，回头没准跟我们一块打牌，这不是逼人犯错误吗？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咱们仓库已经租出去了，没有管理员。管理员已经进食堂了，你赶快卸车去吧。你们卸不可以，算加班吗？就是有劳务吗？我们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。就是多少给点。算什么加班，这是分内的事情，你们不没事干吗？赶快卸车去吧。你们都不干是吧？好，我还真不让你们干了。哎，他不告诉厂长吗？告去告去。王技术员，货到了，等着卸车呢。大妈。哎。梁子在家吗？在呢，我给你叫去啊！哎，梁子，梁子，快点，快点，院长你有事儿呢。哎，你们俩聊啊，我那一大堆医生。你现在忙吗？没事儿。那你帮我点事儿呗。行。啊，走吧。梁子，你把这些货扛到仓库里。然后到我这结下账，就是帮个忙，结什么账啊？当然要结账了，都是公家的事儿。没人卸货，我才想到你的。那，我办公室从那儿进去。这两天都有车来卸货，明天你也过来吧。行。那你先忙吧。哎。
来，进来。卸完了。累了吧？不累。快坐那儿歇会儿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这就回去了。坐那儿歇会儿吧，我给你倒杯水。行。这是你画的啊？对呀。你还会画这个？以前你可没这天赋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你连扣都不会缝，针都不会拿。现在别说拿针了，就是跟服装设计有关系的，我都会。是啊，这些年你真学了不少东西，不像我，这些年都白白耽误了。你这个办公室可真好啊。厂子现在效益也不好，还不知道在这儿能待到哪天呢。那你就得早做准备。我正想问你呢，你说像我这岁数，上个电大什么的，晚不晚？上电大？我还没想好呢，就说出来了，是不是有点没羞没臊啊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妈活着的时候，不就一心想把你培养成大学生吗？现在年纪虽然大了点儿。但是你要真要有这个恒心呢，也算是了了老人家一桩心愿。你也这么想？你要是真上了电大呀，那我身边也有一个认识的大学生了，我也跟着光彩。哎，马明支持你吗？你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梁子，你的工资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劳动所得，快拿着吧。谢谢啊，不瞒你说，我都两天没接到活了。那行，那我回去了。你这菜这么多，你说没有了？有，给别人留的。你别人留，你不就给我们留了吗？来来来来，你给我盛来来来。你他妈来那么晚，有饭吃就不错了，吃不吃？不吃滚！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我吃点肉怎么了？我吃点肉怎么了？下午还加班呢，算了，不喝了。留，吃饭。王技术员。怎么了？还想在我办公室搭张床吗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是吧？哎，你话别这么说嘛。哎呀，我知道我昨天做的太过分了，可我也是没办法，你说对吧？我要是知道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，那我肯定不这么做，对吧？那还有事儿吗？嗯，没什么别的事儿了，我就是心里过不去。专门来看看你。不用。哎，我真没想到啊，那老太太怎么下手那么狠呢？你没事吧？那个，你的事儿我会到厂长那儿反映一下的。不过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，即使上班了，也不会给你开工资的。哎，行啊行啊，这我懂啊。你可不知道，王燕，这人吧就特别怪。有工作你不干，那是一种感觉；这没工作了，在家待着，心里不踏实，慌。
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说这事儿，他就是冲着你来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都因为工厂了，咱不算那么一般劲。你下午还有工作。二子，杨红什么时候过来啊？给他留的红烧肉都快凉了。哥们，哎，红烧肉给谁？纸张成了，他这什么意思？留着红烧肉给自己家奴婢咱吃。什么玩意儿啊？算了，我说。你知道二子他哥干嘛的吗？不瞒您，强奸犯。不是吧？嗨，那不知道啊。哎，这以前这个王技术员插队的时候，您知道吗？据说就是一双破鞋，王技术员被他哥强奸过。哎，他人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哎，你们不知道，当时我小姨子仗着他姐跟他一块插过队，别人亲口告诉我的。这又假，他哥还被判过刑，不知道吧？不是，哎，你们又说谎，这男的干什么不好？强奸！哎呀，真给咱大老爷们丢脸了。这下回啊，就要二子给我打菜，不给我多加点肉，我就把他哥这事儿给兜出去。你们看二子那模样，小眼眯缝，那跟强奸犯差不多。还有事儿吗？我去你们家了，不，去我婆婆家了。我想让她给我带带孩子，后来听我婆婆说什么，你跟马明闹别扭了，是吧？不关你的事儿。当然跟我没关系了，咱们俩不是熟人吗？所以有些话我也就不憋着了啊。王燕，马明这人真的不错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你看，你这人吧不错，长得又漂亮，年轻的时候有的是人追你。可不管怎么说，那时候你是那种情况下嫁给人家马明的，对吧？那你就应该感恩人家，是不是？要不是人马明，那现在你可能还被人戳脊梁骨呢。那要不是人马明，你们家娜娜能这么顺利的上学？那早被同学骂成什么野孩子，是吧？所以呀，别离婚的挂在嘴上。你这么一说，娜娜听到了就告诉我婆婆，那我妈那心里还对你挺担心呢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都怪我吧，我不该到你们家去闹，啊！哎呦，我给你。赔个不是，人家马明啊夹在中间也挺不好受的。有什么事儿你先忙你的去吧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那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真的，凡事想开点，别往心里去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总比我强吧，是吧？那行，我先走了。王燕儿，你千万别忘了在厂长那儿再替我多说两句好话啊！谢谢你了。今早上给王燕断货那男的，说是这里抢劫犯，啊？不会吧？你们想想，咱们钱都没给吧？对吧？对，那男的一来，立马给钱了，这说明什么？你说王燕被人强奸了，还对人家那么好，这说明这个女的是个什么呀？就一个字儿，贱。贱。看玲儿长那模样，不是很讨喜。他哥也不是好东西。说白了，姓梁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就算吃还行呢。妈，你也吃。你多吃，你干活累，多吃点啊。哎，梁建军，你们出来！不是，哪儿惯的猫尿啊？你这是？谁惯猫尿了？
抽什么风啊？抽什么风啊？你这是？你们疼。不是，二哥，怎么跟妈说话呢？哎呀呵，真是立竿见影啊，改善生活了。看来人说的没错，你挣上钱了你。你没事吧？要吃进去吃。我吃什么吃？你是不是去我们厂找王燕去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谁让你去的？啊？你还嫌给我们丢人现眼，丢的不够？啊？赶着让人说闲话，你自己个儿丢人现眼就丢人现眼，干嘛去我们厂连累我们？说什么的你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他去我们厂找王燕去了，王燕给他钱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凭什么给你钱？我为他工作，为你们厂。狗屁！谁都知道你们俩那点破事儿。说话注意点。怎么着？想打我？来来来，打打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二子，你让他打我，能打，来来来，打打。妈，差不多。你让他把话说清楚。我没什么跟你可说的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许你再往我们厂跑。能干活的地方多的是，你干嘛非往我们厂跑？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我这辈子跟你一个姓，我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当兵当不上，就业吧，每次都因为你被别人顶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好不容易有个稳当的工作，你又跑过来跟我丢人现眼啊！我们厂现在都知道了，你是我哥。我现在这是名声大振的，王燕也名声大振啊！什么叫名声大振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这是什么名声大振？我他妈躲都躲不开！哎，你怎么想的？干那些缺德事儿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你他妈还是我哥吗？你小时候打架，你都帮着我，这回扯平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是因为你。因为你，我才跟人打成这样的。你别管我，别让你的好儿子再来烦我。二子，嫂子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妈，你别分心，接着写。嗯，好好写啊。嗯。哎，嫂子，怎么了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是不是昨天没睡好啊？没事，就是有点不舒服。我看你这脸色也不好。娟儿，晚上我不做饭了，你跟娜娜买点包子吃吧。嗯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，嫂子？我这都有。那行。写作业啊。妈，我扶你。不用写作业吧。妈，写作业吧啊。这辈子跟你一个姓，我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你怎么想的？干那些缺德事儿，我就不明白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个稳当的工作，你又跑过来跟我丢人现眼。我今天就是因为你，因为你，我才跟人打成这样的。别让你的好儿子再来烦我。满明。干嘛？我在厂子里要了间宿舍，
我明天中午就搬过去。什么？娜娜那边我还没说呢，是你跟她说，还是咱们一块儿跟她说？你一个人跟她说去。死丫头，没听见敲门啊？你来干什么？妈，你让我进去。这是我的家，回你自己家去。回去，回去。爸，我听我哥的口气可有点不大对劲儿，你让他进来说说清楚嘛。哎，这题子往回收一收。我跟你说他不大对劲儿吧？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回来陪您住两天，不好吗？得了吧，好好的你会回来陪妈住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得了。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。你被他赶出来了是不是？没有，这次是王燕提出来要走的。我想她一个女同志不方便，又带着娜娜，所以我决定我搬回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俩真要离婚啊？嗯，娟儿，去给哥倒酸梅汤去啊。我才不管。是谁提出来的？是他吗？妈，我也想过了，与其这样天天凑合，还不如离了算了。这样每天吵架，对谁也不好。我真不敢相信，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。那你们都谈好了？嗯。哎呀，儿子，你做了正确的事儿。哥，你别听妈的，你这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，什么都听妈的呀？马娟儿，你什么都不明白。别乱插嘴啊，马明，这婚啊，就是应该离。不过，婚是绝对离，可是那房子不能给他呀，那房子是我们家的，是我和你爸留给你的。要离婚，也只能他走，你不应该离开。你要不好意思说。那，就让他多住些日子，可是要跟他说清楚，一旦找到房子就得搬。妈，哪有你这样的？人都劝和不劝分，我哥离了婚，说出去好听是怎么着呀？是他对不起你哥，我们对他已经够宽容的了。这十年，你哥娶了这么个不体面的女人，做了多大的牺牲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站在他一边，你跟他去过。你哥回来，我是200%的赞成。马明，你放心啊，凭你的条件，一定能找一个比他更好的。妈，我现在就想喝杯酸梅汤。啊？哦，马娟儿，快给你哥倒酸梅汤。
黄燕，你要实在想离婚，我同意。但是娜娜还太小，不能承受这样的打击。你不要搬走，你们俩还住在这儿。我搬走，你就跟他说爸爸出差了，我会配合你慢慢圆这个谎。能晚一天知道，就让娜娜晚一天接受这个现实吧。王翠娥家是住这儿吗？对，她没在家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老太太拿机械厂的铝锭当废品卖了，被人扭送到我们派出所来了。按规定，她这种行为将被我们扣留。我是来通知一下家属。啊？同志，我妈呢？你们找谁呀？找我妈。不是，同志。一个老太太，70岁左右，捡破烂的。你们说她拿了什么铝锭？哦，你们是她家属？我是她儿子。你们跑这儿干嘛了？过来接她。15天以后再来吧，她已经被拘留了。不是，同志，不是她一老太太能干什么呀？怎么说拘留就拘留啊？同志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能说清楚吗？你们也别着急，我把事情和你们说一下。今天早上啊，有人拉了一车铝锭进制造厂，就在卸货的时候发现少了一锭，人家就赶紧去找，结果有人发现是你们家老太太拿了一包不明东西回家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家老太太70多岁的人了，那么一块铝锭就换一小伙子也得忙活半天，你们家老太太可好，一个人愣给扛回家了，这叫典型的要钱不要命啊。同志，你们肯定搞错了，我们家老太太不可能干这事儿。你们也不相信吧，人家都到你们家去找了，你们家老太太拒不承认，人家没办法才到我们派出所来找的。我们去了以后，你们老太太还是不承认，最后在你们家床底下发现了这块铝锭，型号和质地和人家说的完全一样，这叫什么，人赃并获。最后你们家老太太也承认了，现在没什么好说的了，事情就是这样。你能让我们见见他吗？你们知不知道那包铝锭值多少钱啊？拘留都是轻的，搞不好是要判刑的。那个同志，老太太年纪大，又有心脏病，刚出院不久，我觉得这一惊一乍的，怕她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你让我们见见她吧，好吗？她真有心脏病？啊，刚出院，我可以给你看看病历。这样吧，你们等一下，我请示一下。哎，谢谢啊。别担心了，现在又不是旧社会，一把年纪不会把他怎么样的。这肯定把老太太给吓坏了。马娟来了。哎，饿了，还没上班呢。现在正要去呢。啊，嗯。哎，杨奶奶被抓了，你嫂子他们全都去派出所了。为什么呀？听说是盗窃，今天上午来了好几个警察呢。梁奶奶盗窃？不可能吧？你还不信？我亲眼看见梁奶奶被警察带走的。我先走了。哦，对，这次是领导特批，有什么话抓紧时间聊，别太长时间。哎，谢谢啊。妈，您没事吧？
大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妈，那东西真的是您拿的？我想着呀，你好些日子没工作了，我老这么待着也不是事儿。我能动，不是不能动。我想等你出去呀，我上外边捡点破烂什么的。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不让你出去捡破烂，您怎么又去了？梁子，大妈，没事，我理解您。您说您捡破烂，您怎么能把人家吕定弄家去了呢？我走着走着，其实没想捡那东西，我就想捡点破铁换俩菜钱，谁知道该着啊。走着走着，一辆卡车呼过去了，一个铁家伙咣当掉地下了，叽里咕噜的就滚到我眼巴前了。我寻思着，这东西肯定是比铁值钱，这么着我谁知道的，我这不犯法了？我不知道。您这不是偷啊，是捡啊。是啊，您这不是偷啊，那您为什么不交啊？其实我没想不交，就是上咱家来那黑大个儿说话特难听，他烦人呢，他就找寻我，我就诚心没给他。我要知道上这儿来，我要知道上这儿，我说什么我都交了。我去跟警察说清楚。同志，怎么了？太忙了？同志，我刚才问过我妈了，她不是偷，她就是捡了东西，她忘交了。她真没有想把东西藏起来。同志，她就是接受不了那个黑大个跟她说话的态度。怎么着？听你这意思，想翻供是吧？啊，不是，同志，老太太胆子小，刚才你们问她的时候，她没把事情说清楚，她跟我们说清楚了，要不麻烦你们再问他一下当时的情况好不好？哎，梁子，急也没有用，已经立案了，赶快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找到熟人吧。啊，嫂子，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被我妈赶出来了。我这会儿没工夫管你，你快走吧，别捣乱了。哎，我是来帮你的，不是有人关进去了吗？你以为我就知道添乱呢？不要我帮算了。哎，娟儿，你认识人呐？这个派出所的所长是我的同学。呀，娟儿，太好了，快去跟你同学说一声啊！快快快，嫂子求你了，快去。
看什么看呢？以后不是咱的东西还往家里拿吗？不拿了。还背着我出去捡破烂啊？不捡了。你说你要真关15天，我们得急成什么样啊？别说了，儿子。再说妈这脸都没地儿搁了，我没地儿搁了，我。别埋怨了，大妈，以后这事儿不会再发生了，是吧？不会。今天多亏娟子认识人，要不啊，我们还真15天之后才能见到您了。没事儿，没吓着就行啊。谢谢你，马娟。举手之劳而已。哦，对了，我正好找你说个事儿。我哥跟我嫂子闹离婚，你知道吧？不知道啊。不用劝了，已经决定的事情了。你们定不定那是你们的事儿，反正我是为了你被妈给赶出来了，我不管，我就认你一个嫂子。嗯，所以从现在起，我和你和娜娜，我们三个人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了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和你们一起住了。大妈呢？我让她躺着歇会儿。哦，你应该陪她呀。不用。你和马明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那么回事儿呗，别瞎折腾了，成不成？没瞎折腾，早晚的事儿。我们现在都不想再吵了。王燕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这两口子过日子，这哪有不磕磕绊绊的？你忘了当初你跟马明多不容易才走到一起的？伯伯，梁奶奶呢？我怎么听说她没事儿，她在楼下呢，你去看看她吧。嗯，哎，等等，小顾陪你一块儿去啊。嗯。梁伯伯他对你好吗？当然了，有时候他比我爸还耐心呢。孩子一样，问我许多。
就让。